看看这一张图片，这是谁？你看看，帅不帅嘛？你自己看看啊，这英姿好不好看？请委员指教。你看多帅！你看看，这张照片我把你学得像这个演员帅不帅气？委员这个。不能比，很帅气，对不对？你不仅学富五车，而且非常的帅。这是陈伟英，我们世界大联盟的选手的英姿呢。我为什么照出这个出来？陈伟英他一上台，他的教练就放心了。一样的，我相信这次总统派你出来，我相信你也是最好的救援投手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一棒、二棒、三棒、四棒，这强棒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怎么样？也许是第七级要被 KO 出局的，也许是已经到了第八级、第九级，我们要反败为胜的。现在就是看你一个人跟这个四个人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再过来，院长，现在就看你喽。